我覺得 Vivian 是一個非常勤力啦、好積極同埋好進取的一個學生，我將會傳授我平時練氣的一些功力俾佢。平時要做運動又要練歌啦，咁我就找到一個絕技咧，係將兩樣嘢擺埋一齊，我覺得好 work 嘅，放我自己係練你嘅穩定性啦，同埋你可以練你嘅腹式嘅呼吸。我而家示範一次，好，咁啊貼住啦，跟住咧。分平咁樣慢慢做，可以單腳先，跟住一路唱歌。不應該記起，何必偏偏記起？不拖不欠，又憑什麼可妒忌？當初你天地早已有別人打理，弄個小菜調味唱起預備。穩定性就是這樣練回來的了。其實我知道他很多基本功仍然是很弱的，我覺得他氣不夠，他很多的音唱出來是很虛很飄，需要去 work on。 如果我做到你都可以做到的。哇，很快喎，原來想著我愛的人追吧追吧，是誰的愛啊被泪水坚强，情深呼唤，系可以嘅。所以你练咯。嗱，我好公平啊！我自己试咗一次系可以，我先叫佢做噶。我唔系俾啲 Mission Impossible 佢啊，系做到嘅。加油！想着我爱的人。我现在要在比赛之前揸紧时间，每天都练朱坚老师教我的跑步机唱歌，同埋瞓喺度举脚唱歌，是辛苦的了，不过希望到时比赛可以发挥到他教我的嘢出嚟啦。嗰啲你全部嗰啲高音啊，嗰啲你记得一上嘅时候一定要，即系要少少谷咁样去。他还好吗？他还好。他还好吗？当你用呢度嘅时候咧，就冇咁尖咯。系啦，你翻去练呢个共鸣。